正式来开始，好、哦，大家午安，真欢喜，看到大家，啊，搁看到少年的，我未少，安尼，就是咱的希望。因为以我的情形来讲，我七十几啊，因为我叫阮老母叫学多山，叫阮老母叫卡匠，伊甲叫讲苗虎苗，啊，这是什么名？安尼，我是毋是日本人？诶，啊，秘书长都讲啊，一只牛，甲牛，姓是啥？牛嘛，无可能讲牛甲牛变西。啊，即嘛，我摕身份证是写啥？啊！诶，啊！中华民国有幸我同意无？无啦，干那一道行政命令，啊，就讲我是中国人。诶，啊，搁有较严重的呢？大家甲日本政府的身份证摕来看卖咧，大家拢。拿出来看看咧，拿来看看咧，大家哦，拢有在啦，拢拿来看看咧。这张啊，讲啥？讲国民啊，欸，啊，我做学生的时阵，甲我讲，那你。十岁以上是啥？公民对无？啊，我换一张公民给我啦。这就是什么原因？无，伊这就是不合法的嘛。伊唔只发这个国民身份证，拢甲咱讲。爱二十岁以上就是公民，啊，才会使来选举哩。啊，那无爱分一张公民身份证给我，啊，甲发国民，大家拢是国民。欸，啊，搁有做记号呢？大家知影做记号无？应该拢知啦吼。啊，唔知，我即马搁讲一摆，变过。这个要做咱摕电脑屏啊变过，啊，这个正手屏，咱安尼，咱的相片甲变过这边的正手屏，这个母亲栏，吼、哦，母亲栏上面哦，哎，零点，有号码无啊？有啊无啊？这就是去用做记号啦。这就是安怎呢？美国甲咱讲的，无咱也唔知呢。哎，差别啦，伊有特别伊的号码啦，从零开始的，零零的啦，就因那边的人啦。啊，安尼咱有水啊，无水？咱讲咱是要做啊，算讲
应该能讲台八字了。好、哦、啊，这就是要让大家清楚哈、哦。啊，咱起码因为三天啊，咱来复习一下就对了。渐进法有两个重点，第一是什么？大家来思考一下，讲占领、占领，未使啥？啊，主权不能转移，占领，这就是第一。第二，流亡、流亡，未使安怎？就地合法。安尼，大家拢有契机。咱初级上重要是要读这两个。啊，甲咱现在的现象是啥物？咱现在的现象就是这两张图啦。咱来看卖的，吼、哦。这是啥物？美国奥巴马总统宣誓就职的一个照片，啊，搁一个是日本天皇要进去皇宫的二重桥，这就是证明什么？入属我们台湾这块土地，日本天皇还有所有权呢。啊，是美国占领。好、哦，咱三天所读的，拢是咧讲这代志。安尼大家有清楚无？啊，无要紧，啊，我搁甲有搁甲整理起来吼、哦，用 PowerPoint 的方式，要来加强大家的印象。啊，来，咱来看讲我所整理的 PowerPoint 的，予大家的印象吼。啊，哦，咱即马第一就是讲感谢大家来参加，咱搁较有希望。因为若无恁来啊，干那阮几个啊伫遐咧上课。敢有可能？无可能嘛！拢是爱大家来参加，所以感谢大家来参加。我要甲大家讲，咱的宗旨是啥物？咱的宗旨，因为开始的时候开会的时阵，拢有讲咱的主张。哦，咱的啊，要讲台湾，咱的主张是啥物？哦，啊，咱的宗旨咧，啊，因为开始无去讲到啦。哦，咱的啊目的啊目标啦，吼、哦，迄种咱即马这里就是宗旨啦。大家去甲想，科批的宗旨是啥物？大家去想啊！咱这个宗旨足早就定啊呢，啊，真正可批那间咧对咱行同款。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可批伊咧讲啥？一切行政拢爱徛伫人民的啥？立场嘛吼，诶，利益啊，来思考嘛，未使讲徛伫这个财团呐。啊，这事实上，那是甲咱的讲法拢同款啊。咱是啥？为百姓设想，一切代志拢是为百姓设想。啊，那安尼来做，啊，百姓。爱甲做甲百姓会感受出来，可批也是安尼啊，是毋是？可批咧有了解咱的论述，啊啊，
看咱来讲，咱这我们的宗旨啊，两三年前咱就画出来呢，不是咱的科批后边呢，科批可能我足了解。啊，实际上就是安尼啊，咱的动心就送去予伊啊，伊唔只会敢讲啥物，伊佫讲，迄、那个，伊讲九二共识啦，伊讲历史代表本土台湾人咧讲，还是中国人咧讲，大家唔知道有看到这个新闻无？什么人你知道？咱迄个叫做甲中国咧做咧叫做啥？咧交配迄个单位。对啊，伊咧讲啥？海基会即卖迄个少年咧讲啥？讲九二共识啦，伊讲历史代表。嘿，你科批安尼讲，讲你是代表中国人咧讲，还是咱叫做台湾人诶？伊讲根本都无九二共识，啊，这都事实的呀。所以真侪代志拢很足正确，啊，所以大家来，我要伫遮甲大家讲。因为大家拢有这个福气，才来听到这个福音。头拄仔我坐计程车来，我甲计程车迄个问，伊讲，哦，伊第一摆来遮，我甲讲，哎，阮遮伫遮四五年咧，你敢唔捌来过？伊讲唔捌，我讲啊，安尼好，你有这个福音，我即马再佫甲你讲，我甲讲伫高铁甲车诶。路程中，啊，我伫甲介绍，到尾也要照顾上一几份，咱的合作啊，因迄个因咱一月一号的合作，迄个新的，嘿，就是咱大家手上提迄张，有啊，咱唔是拢发一张，啊，一月一号的合作文稿，嘿，文稿我阁送。嘿，对对对，嘿，我上，嘿，啊，要嘿，就迄张、这张、这张，嘿，啊，无吼，无确定啊，才去外口咱办公厅看有哦，若有提转个倒本，哦，无啊，吼，好，我是要甲大家讲遮个代志。咱的目标是啥？为人民而做利益，啊，甲人民未来的生活、教育，拢爱甲伊设想。好，我们为百姓设想，咱的宗旨啊，宗旨吼，咱一定爱安尼做，所以。阿伯啊，阿伯啊，要做官员，你的心那不是安尼，安尼你阿伯啊，你一定出大事。先伫只甲大家讲，科批干阿一个人，带一个伊的以前的秘书过尔。啊，迄、那个郝龙斌讲，啊，你带几个人来？啊，哪会带遐少人来？现在七点半就上班啊呢，要开会啊呢，所以
伊个想法。伊讲我个公务人员，我八点都无迟到嘞，会使阁八点十五分还算无迟到嘞，是毋是安尼？所以要了解，因为你目的是领人民的薪水呢，你爱甲人民斗做代志呢，人民要爱的，你爱紧去甲做；人民不爱的，你爱甲企喺边啊去，爱去解决人民的困难，安尼唔才对。啊，实际上现在算讲官员啊，讲国家考试及格啦。啊，及格是啊，应该我算优秀，但是教育甲这个因文化唔是安尼啦。乃先官拢是啥？看关系啦，咱来讲看红包啦。我记一个例啦，我迄阵啊做下主任的时啊，我的助教，我十几个我甲叫来，咱下里要升一个讲师，我叫上年资上深的哦，八年啊、哦，四年会使升讲师，迄、那个八年啊。我哪会跟他叫他来呢？因为以前他在学校来黑里的办公室，我跟他问导游的啦，这样大家问导游，大家知道嘛，就要来一个放一下，就出你手了。以前的校长无受管服，下里内底，即马新来校长讲，哎，授权予市里面，啊市里面，啊，下主任就宽安，我叫迄个八年的来，讲张树雄，甲董生，啊，咱下里要升一个讲师。你看安怎比较好？我问伊啊，伊讲哦，啊由主任决定就好。好啊，有我决定嘛吼。好，我要升诶，对系里面有贡献，对学生有帮助，有礼拜一甲礼拜四。早上都到市来的，兼办行政工作的张美容，迄、那个几年，迄、那个才五年尔，啊，迄、那个八年内底，我有七年的，六年啊几啊个，啊，我先张美容。这就是什么？嘿，较早的文化就是讲，啊，你也唔是主任咧决定的，啊，我，对啊，来车讲，啊，我都有来啊，啊，甲你写一个就过啊。所以这就是讲，科批因为有85万人的票，他认为我要这样做。啊，无，那无，敢有可能？伊要安尼做，就要安尼做。啊，以前是安怎？早期，当然，以前的校长是庐山管理局的局长，招来个台湾啊来接这个校长。庐山管理局跟什么同款？早期就是干线，哦，那个跟蒋经国在一起的呢，
来当校长啊，啊他把持，他把持，什么事情都由他来安排。啊，什么事情都由他安排啊，系里面就管不到了人嘛。这时代就是安尼，啊，系里面安怎，把系里的代志做好就好啊，伊即满不下放啊。聘人都是自己抓在手里，啊，现在换一个新的校长来了以后了，他才说可以由。系里面啊，当时候我要找一些老师，我的目标是什么呀？第一个，公立学校研究所毕业的，他的成绩都是八十几分，我要用的就是国立的八十几分啊，不是啊，不是私立学校的研究所来的我都不要，因为当时候就是给系主任一个很大的空间，由系里面来推荐出来，又有经验的，要有实务经验，当时候我就朝着这个方向去做。所以我要跟大家说，这都是我们的目标，无私啦，要让咱的后一代，咱的学生囡啊，靠成就的，哦，啊，这也是讲一个，和大家知影。事实上，科批的观念跟我们是相同的，一切为百姓设想。哦，啊，大家爱有这个心，大家若安尼做，咱台湾就一定就好，哦，一定就好。你看到这财团呢？去那些财团，两个啊，马英九加郝柏村，郝龙斌拢无好嘛，见到财团都弄落呀，啊，这拢是去思考，这拢科批啊，讲得很白，我没有拿你的钱，公事公办，啊，哪拿人家的钱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们早期一直在宣导，贪污绝对是枪毙，贪污是绝对是枪毙，要改革只有这样做，哦，大家愿意奉献走这一条路，使我们未来的更，我们未来的。啊，更后代子孙着想啦，哦，啊，这好，大家了解一下吼。我即卖要讲，就是讲，实际上，流亡政府已经准备好啊，随时就要走，要离开，是安怎？啊，这看着就知影，国防部签大旨。啊，恁想看卖？恁有看到这个报纸的牙签一个好不？我才一个尔，所以大家拢无感呐。好，哦，拢无感呐。回去啊，陈真啊，翕翕回去，还是？炸迄个随身带来，啊，去扩登去，互你一挂亲戚朋友好看。啊，这毋是要准备走路，啊，无要创啥物？吼，哦，这我足好诶，去讲解说啊。啊，这毋是我咧讲诶，我即卖要搁甲大家讲，我伫研究所咧开课时啊，我。希望我的学生研究生吼，希望都带笔电来。是咱带笔电来，恁即马若有去上网去找啊嘛？讲国防部要签大旨，这个
自信，啊，家入去去找，一定会看有嘛。唔是讲爱听个教授讲甲嘴角全破了了。我就是我开研究所的课程，就是要希望我的研究生，我讲出来，恁就随时去了解，进入网站去找。好，啊，这好，我大家了解这里。如来看起来如行呢？这是什么？大家哪会去上网去找啊？找什么？找讲大船离港论，大船大船离港的这个论点是什么人讲出来？这写得足清楚，哈、哦。俯冲，哈、哦，有无？哈、哦，有个嘛，哈、哦，哎，这报道，哈、哦，这嘛，哈、哦，伊讲刚回国的啊，金普聪对马提出大港离港论，下面叫做大港离港论，思考这里，我细汉的时。足欢喜讲，大船入港哦！大船入港是咧创啥物？美国啊，带一挂牛奶粉、米粉来甲咱援助啊！吼、哦，美国的啊，迄阵啊，讲叫做大船入港啊！啊，即卖讲安怎？大船离港咧？唔是入港咧，哈、嗯，离港也要出去啊咧。啊，甲国防部签的大字，是唔是要同款？啊，这就是足清楚啊。啊，我这唔是我咧讲的吼、哦，这拢吼、哦、有人报道吼、哦，上网去查都有啊。过来，当然。这是讲中共那边的代志啦。中共啊，实际上因高层啊，较高层的啊，已经足清楚啦。啊，因为这次伊，但是报纸讲原因的啦，吼、哦，这就是因的啦，安怎原因的，苍白的来对啦，吼、哦，伊伫吼伫迄个做啊。发文给联合国携带附件，宣传有钱收复台湾。事实上，伫一百几国的联合国的会员内底啊，四国的话足济啊。伊讲台湾甲澎湖什么关系？习近平伊迄阵啊做副的时。就去东京，要去见天皇，啊，去外务省安排。外务省讲，你要见天皇，唔是遐简单呢，半年都要安排啊呢，哪有可能？习近平才拜托美国，因为美国经过，美国甲讲，你若有机会去看天皇，啊，经过，啊，伊才敲电话给美国讲，叫美国安排。啊！美国安排有去看天皇，习近平要去甲天皇讲什么呢？大家唔知影无？有听伊讲啊无？去拄到天皇讲，啊，阮中国经济啊较好啊，我想要来甲恁买台湾平湖啦。啊，天皇安怎讲？讲阮。我先到即马都无咧卖物件，你要来甲买啥物？安尼头十五分就再见啦。我咧讲这个是美国甲咱讲的，啊无爱在。啊，当然，这个就是我要让大家了解，因为伊要用武力。来取得这个台湾啊，
无可能的代志，因为1945年4月7日，日本已经啊用国际法实施啊明治宪法，台湾澎湖成为日本啊大日本帝国的不可分割的领土，这大家拢知嘛吼？啊，所以讲用战争也无效啊，用买有效哦，用买啊，这那是想要来买，即马先放这个消息用阴的，到尾啊，中国会使去甲这朋友讲啊，为世国讲啊，讲我甲你建立一条高速公路，我甲你建一条。高速铁路，啊，你给他投一票就好啊！啊，这些小国愿意不愿意？嘿，台湾偏好跟我无关系啊！所以，这拢要用意味啦，要制造这个事实啦，啊，实在是也无效啊啦！用什么方法拢无效？用咩有效？就是习近平要来甲天皇咩，嘿，都有效。啊，所以大家话足清楚，吼、哦，咱的台湾的地位。好啦，啊啦，今仔日吼，我再去参加一个活动啊。内底吼，就离我的隔壁家门啦。诶，啊，咱敢无法度独立？我无可能的代志啊，秘书长。我甲大家讲较足清楚，因的想法讲，咱住伫国宾遮的人，大家集合出来来压手讲啊，国宾的这个所有权，咱遮的住伫遮的来决定，安尼会使了未？会使了未？住国宾饭店，大家拢去住国宾饭店，住50-60年啊！讲啊，无咱只爱来亚洲，讲国宾是咱的，安尼会使袂使？袂使哩嘛！咱即块土地都有主啊，所以美国安怎？今仔只系少年的啊，这个就是啥？通常吼、哦。美国咧发表的时间啊，甲咱遮的时间啊，咱遮伊若为美国转来，还佫靠2天起来呢。迄拢爱靠，迄时间爱靠起来。啊，事实上，3月30惊到啦，美国去予3月30惊到。3月30就是啥？太阳花，50万人，世界各国拢起来支援呢。唔知大家知影这件代志无？知也唔知？伊只讲无，美国无出来讲，美国所以讲报出来，唔只讲罕见。美国助理国务卿说，讲台湾要给你自治，自治是虾米？缅甸有人呢？今日就我来甲隔壁遐个讲。成什么情形？甲加拿大同款嘛？加拿大有是啥物？英国国协嘛？对，英国联邦内底一个国家嘛，伊那是尊重女王。啊，咱呢？咱阿伯啊，安倍晋三回复。明治啊，宪法以后，那么那安呢？他不要去修宪了、啊，回复就好了。安呢？咱都是上面有天皇啊，咱家里来自治，这就是什么？美国的。政策嘛，啊，佮大家爱去了解吼、
咱以前的讲，你有看到咱的技术啊，知识哈，那个知识哈，以前无啊地下，地酒店呢，有啊无？大家知啊唔知啊？咱的无啊写啥？组长呢？即马改啥？改技术呢？美国跟人讲啊，大家去思考就好啊。现在即马要改技术，以前开始就用技术就好啊。好，这要让大家清楚，咱愈来就是的风尖的声，就是。安倍晋三把这个日本伊干呐，因起来要做众议院，伊讲，迄个做啥？把他们解散，起码算出来有三分之二拢是越南，所以不要修宪，干呐复宪的后恢复日本大日本时代天皇时代恢复这个。明治宪法就好，那安尼来，就是咱就是自治，跟美国都相符合，跟美国拢相符合，这就大家就清楚，世界上的脉络，咧变啊，拢同款，若佫讲到这吼，佫予大家。我足清楚，就是李登辉讲的会审有啊无？你前总统李登辉讲的会审把台湾审掉呢？美国讲啥？袂使哩，却变动神啦！即卖要审主席呢？林振泽新竹市长做两任了后，甲调来做台湾省主席，起码来要有台湾省主席呢。别人干那咧两几年，还有啥省咨议会呢？我有等于正式省议员呢。那老特别创啥物？这就是。美国讲袂使哩嘛，迄人莫名其妙咧，迄阵李登辉也莫名其妙啊。个阿扁啊，阿扁啊讲，好啦，李登辉袂使哩，我卖会审嘛，我来参加联合国就好啊，甲写甲寄去。联合国连开都无开，甲退惊，谁来甲退惊？一个国家爱死的条件呢，爱有土地。土地都是日本天皇的，你也无啊？人民啊，也无台湾政府身份证啊，拢无啦。佫有啥？外交权，爱甲人去定义，吼。佫有政府，咱佮美国，因个高等法院的判决。台湾无世界上不承认的这个政府，四个拢无啦，毋知联合国甲退惊。阿扁啊，我咧讲安尼免来杀你，无好，带伫遮个人来公道。你讲也讲袂使哩，你是麻烦制造者，有啊无？大家少年唔知有知影这个代志啊无？伊讲你是麻烦制造者啊，甲阿扁也讲你是麻烦制造者啊。是安怎？即地都有土地都有人诶，何恁自治？哪会使讲即地土地住伫遮？虽然恁住五六十年啊，恁遮诶人要来决定也无可能诶代志，都
人有迄个所有权状的日本天皇的，啊，恁要来甲公投？哎，恁本住伫遮的人，佫有两种人呢。一种是甚物？中国来接收的遐个人留落来呢？敢甲咱共款？到我咧叫阮老爸叫阿多山，甲叫阮老母叫较将。无同款人嘛，无同款，咩人会使决定？所以唔只爱拜托大家来领这个身份证，吼、哦！啊，这个身份证实在效果足好，咱确定啊，咱照这个顺序哦，确定啊，请咱一个啊。黄石交同心啊，来遮现身说法，吼、哦，咱有法要请伊来，确定啊，这里吼，按这里各看落啊，吼、哦。啊，我看这就是咧讲啥？伊这咧讲，哎，要解决台湾的问题啊，拢啊爱依照国际法来解。啊，那咱啊，我中国啊，太依赖吼，啊，变成很脆弱。我这简单举一个例，给大家较清楚吼。你回去若要做实验，我会杀你。你去甲挖一个窟啦，较深、较大个窟啦，甲一个较细个窟啦，甲拍通过，拢甲滴水，会变成安怎？较细个窟内个水，拢啊流流来个大窟个水，是毋是安尼？中国准大窟水，台湾细窟水，遐若拍一个空，互流流流去，安尼中台湾就无水啊咧。啊，即足简单个理论，啊，马英九伊就是讲要。因老爸死的时候，甲交代啦，讲你着爱甲台湾带中国去啦，啊，这就是这个情形啊，哦，这拢，予大家知影就好啦，吼、哦，伊这个头拄也讲过啊，伊那会要解散。迄、那个因的众议员，因的众议员拢，伊讲要啊，这个叫做啊，集体啊，自卫权要解禁了，众议员投票没有通过，啊，没有通过要安怎？伊才用啥行政命令？啊，行政命令是违背宪法的代志，所以讲啊，无怎甲恁。大家拢安怎解散啊？众议院决定选，予人民来决定，这就是伊个做法啦。吼、哦，啊，过来，咱这个就应该大家拢看过啊嘛，吼、哦，这应该初级班应该大家拢看过嘛，吼、哦。这就是啥？因就是要闹炮啊，所以。中华民国的组织拢要啊废除啊啦，吼、哦，这拢要废除。大家上网，大家上网去找，上这个网站，全国法规啊资料库这个网站来去找，就知影讲啊，因我要离开啊，吼、哦，伊这你看。废止国防部总政战啊作战局的组织条例，啊，这我唔是我咧讲啊，拢伫遮嘛，啊，那大家应该拢知影嘛吼，啊，那唔知影我会使紧翕，吼翕翕的，大家拢有本啊，啊，足好，好来，你看，这足济个啦，我较紧的。好、哦，让大家了解一下，哦
好，好来。系啦，啊，这都是拢大家拢会使上网去查吼，啊，拢会足清楚。啊，所以足济足济。哦，啊，这拢爱甲咱的亲戚朋友、甲同学吼，拢互因看。啊，好，安尼好。不要紧啦，因为这个因哦麻烦，因只无伫遮吼。大家拢爱上网，吼、哦，爱上网学习啦吼，大家拢学习。因安怎呢？你会上网吼，才会了解较济啦。啊，那大家引来啊，有诶无用着吼，拍、哦、算嘛吼、哦。好，啊，咱即卖要讲这就是安怎？这就美国甲中国，这几啊年啊，咱足早就讲啊，迄阵啊，就咧讲啊。因为美国吼甲中国安排这些难民呐、啊，那美军入来了后，因无爱带这的人，预估啦，有300万甲200万人惊到，像科比安尼，咧整理也惊到，怎啊紧算？啊无到时有代志。啊，全咧带去。美国甲因讲，安怎讲？讲恁希望，因为你们一话都签了，都是和谈了，中共跟啊中华民国和谈了，没有敌对了，所以恁都爱搬一个所在互伊住，啊无。因这的人200-300万人，有的走去四川，有的走去啊做啊贵州，有的走去山东，有的走去辽宁，啊是啊新疆湖北走。大家若去啊去革命，我你着头壳疼咧。安尼啦，搬一个所在，你要管理较好。伊讲安尼好，无这个所在。比台湾足近的，你呐拢来住伫遮，你要乱到遮乱拢无要紧，大家拢在遮乱，我甲桥甲炸掉就好啊。伊要管理较好，啊，这上啊安尼，所以讲这个地方就是要使这边的人去遐安身立命啦，因无爱到遮嘛，伊要住因家己的。啊，个因加减我受到台湾啊民主这个教育，去到遐一定看到因的贪污，我袂习惯，啊，可能就会起乱啊，啊，起乱就啥，那暴动起来，啊，只个桥个炸掉，啊，伊就去遐乱袂紧啊，卖走去内底吼，各所在拢起乱就废去啊。好，这都给大家做参考。好。因为网络查无啊，我报错的。好。国防部的。好，上第一张就对啦。好。因为网络拢查无啊。啊，无，伊就不爱给咱查啦。三公就会。就停一条，对。这大家看起来，你看，共同经营、共同管理，吼、哦。伊遐吼，台湾的证照要医生、代票，拢会用你啦。吼、哦，伊迄个所在，啊，伊这就是共同规划、共同投资、共同建设、共同管理、共同利益，啊，这就是台湾的特色，啊，这。
来，咱即马要看一个电影咧，和大家了解这个情形。统战的手法可能又来了、好，现在很多人、都打算去平潭岛，为什么是这个岛呢？好，有人说呢，你如果愿意去大陆观光的话，你就可以到这里来。好，我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平潭县跟台湾呢航程是3小时的距离，不算太远。他们现在开始呢就在大举的挖角我们台湾的人才，特别打造了这么一个平潭实验区，里面的管理阶层通通用的是台湾人，它的总规制复制台湾。而且呢据说、民调当中有47%的人是愿意当中国官，年薪当然很高了，大概是2-300万元，接近是台湾部长级的薪水了。而且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说，还传出他们有意思要延揽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去担任整个区里面最高管理的职务，可是亲民党否认了。船身高达4层楼，附设豪华内装，李纳伦正式起航，从台北开往平潭，大陆福建向台湾招手，要找1000人去当官。我去过，你有去过大陆？对，所以那个生活品质太差了，因为那里的环境我不喜欢。不过说他寄出年薪2-300万呢。哦，那可能就会考虑。商品城加紧赶工，大片荒地未来要盖高铁，福建平潭实验区号称两岸共治，找台湾人到大陆当公务员，网路征才，职务五花八门，每年可领20万到60万的人民币，最高年薪相当台币300万。他们是号称对于台湾的开放的最后一个经济特区，也最后一个机会，所以本身来讲，平潭整个设计啊，就是针对台湾的工商业来做一个整体企划。拿高薪当诱饵，第一波吸引70多人投履历，最后只取6人，录取率不到10%，全是狠角色。曾经参选市议员、金汉生计负责人杜德宏，现任平潭医院副院长、交通与投资公司副总杨哲安，还有平潭区管委会副主委梁勤龙，都有金融背景，甚至传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在延揽名单。实在是太小看也太侮辱了宋主席了，国民党啊，新党啊，这是都是最严重的啊。那甚至于说有了政党，他们的党主席都有在那边设办公室啊。区内特别标示，距离台湾只有68海里，交通薪水双管齐下，试图把台湾人才一网打尽。三立新闻台北做不到。好，这大家看，咱今晚过来看受害的台湾。好，迄个咱台商哈，受害的台商，咱过来看，来，咱来。针对中共在福建平潭设立实验区，福建省长抵台大力推销并进行非法招商。今天受害台商在台中发起抗议中共投资诱骗陷阱的大游行，告诉台湾民众，平潭是中共招商引资的又一个火坑。我们今天的透视焦点。黑暗福建，黑暗福建，贪官横行，贪官横行，投资福建，投资福建，死路一条，死路一条。抗议中共引资伎俩，受害台商周六在台中举办游行，面对中共大力推销平潭实验区，提出各项投资利多。受害台商表示，现在这个平潭说两岸共同设计、共同经营、共同开发，最后共同共享，其实是骗人的，不过是另外一个引军入瓮的新招。这个就很摆明的，就是希望把台湾掏空嘛，因为平潭县他每次都是画一个大饼，然后设下一个陷阱，然后让我们来到我们这边招商，以后台商一进去以后，他就瓮中捉鳖了，开始宰你们了。现场参与游行的台商也控诉中共黑暗司法，说中国现在的司法根本就是招商引资的诈骗工具。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办这个活动，我们也就是要警告台湾人，中共的这些伎俩呢、我们已经看透了。中共就是这样，每次就是他如果法律赢你的，哎，他就依法办；法律输你了，他就用抢劫霸占。司法在中国大陆啊，简直只是作为他来诈骗的一个工具，这根本就没用。中国的人民最高人民检察院告诉法务部说，我这个案子不在两岸司法互助范围之内，我把海基会跟海协会签的
两岸是我互助，拿给他看这个白纸黑字，赌足罪啊，怎么会没有呢？那华务部说他们说没有，我也没办法。所以我们这个华务部好像是他的下属单位，他说没有就没有。受害台商接下来将继续在台南、高雄两地游行，要用血泪教训，揭露中共诱骗投资陷阱。新唐人亚太电视邱天喜、赵阳，台湾台中。啊，这都足清楚嘛吼，这看起来大家都足清楚。好，把紧啊，咱过来，啊，这咱啊，因为这都是咱太阳花的事啊，佮走入去行政院啊，啊，行政院内底啦，这个啊，辅大的教授，吼，迄个美国的这个辅邀请来的教授。我含这些少年的啊，甲锁入面呢，是要锁入面行政院，拖底一个区啊，因为袂歹，中文啊看有啦，所以翕一个相，这就是啥？咱的迄个高级公务人员，拢在做造假啦，拢在做假啦。这是啥？这讲叫因同仁呐、啊，每天呐、啊，这个政院一点通啊，爱点最少爱点五十届啦。啊，你创啥？假造民意嘛？讲啊，这个赞，这个赞，爱这个人爱点五十届，啊，搁有做记录的。啊，若无点的讲啊，这个小姐无点，所以安尼吼，实在足冤枉的。啊，我咧讲拢有证据的吼，吼、哦、啊，好大家去实在好。啊，咱因为时间上的问题啦，啊，这可能咱拢知影嘛吼，咱拢有讲过嘛吼，咱现在啊。就是要来啊，甲大家讲，就是要讲这个所在。咱这个报道，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三立来遮甲咱访问，啊，给大家看一下。啊，咱遮来讲啊，整个一直讲落去。好，来，拜托。宣传单、报纸广告、厚厚一叠《权力法案》上，到处可看到“台湾民政府”五个字。走一趟总部，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初级班和高级班。那我们两班都上完的话，会有那个证书。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参加研习营一次6000元起跳，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每张1000元，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现在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你就拿这一张就可以进去了。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附上姓名、电话、大头贴，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采内阁制，发下豪语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洪道言，所以才有这个旗子。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最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各自独立运作。马英九啊，怎么样？生吞活剥台湾人啊，所有的五大基金都破产。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你告诉我。不止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谁疯了以后就知道了，不要两年你会看得到。冲着马总统而来，带领台湾人独立，号称不从事募款，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少说几十万起跳，还有自己的停机坪。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外界都睁大眼睛。三新闻黄玉峰、白乔英桃园采访报道。
局长、秘书长，所有大家的兄弟姐妹平安。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清楚，必须定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我们就用 ID，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我就跟海关说，我这边有 ID， 他也放进去 ，No problem， 没问题。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我又几个同心说，亚夫过来过来。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那我们去的时候，怎么要去那里？原来又要到国务院。那国务院呢？我们7个人就进去，那只有用 ID， 一放进去，好 ，OK， 我就进去了。这是非常好的见证。这不是高沙组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妖子呢，不是呢，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必须定说非常简单，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二，二变成五。难怪我们告沙主说1234也不知道1+1=2，所以真的搞混了，这个流亡政府混到啊，不要讲好了，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所以非常千真万确。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同心来讲，多谢各位。暗在咱这有一个补充的无？好好，搁再一遍，好，拜托，来搁再一遍，好来。一定，必须定，所有大家的兄弟姐妹平安。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清楚。必须定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我们就用 ID，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我就跟海关说，我这边有 ID， 他也放进去 ，No problem， 没问题。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我又几个同心说，亚夫过来过来，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那我们去的时候，怎么要去那里？原来又要到国务院。那国务院呢？我们7个人就进去，那只有用 ID。一放进去，好 ，OK， 我就进去了。这是非常好的见证。这不是高沙组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妖子呢，不是呢，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必须定说非常简单，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二，二变成五，难怪我们告沙主说1234也不知道1+1=2，所以真的搞混了，这个流亡政府混到啊，不要讲好了，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所以非常千真万确。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同心来讲。多谢各位。这就是要跟大家说，因去用了
那是从这里要坐下，这里闭幕式啦，啊，请人来现身说法，啊，唔是拢我咧讲，有诶讲啊，你讲你都我白讲啊，啊，这人拢去过，好啊，足清楚，啊，这都百分之百是美国制造诶晶片哦，咱唔好去互别人骗去，唔是晶片诶，都唔是啦吼。咱这里要给大家看，这个动心，伊若走去关岛要来试看卖咧，入去关岛的时，甲海关讲：“欸，啊你，我会使摕这个无？啊来翕一下，啊甲登一个入境一个。啊，关岛有甲登啊无？关岛是啥物人诶？”这就是日进的、啊、所以要跟大家说这样敢是骗的，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啊、今天也很好，咱请过咱的同心、哦啊、黄石啊教咱给鼓掌一下，请他来现身说法，伊去美国来用着，看伊安怎讲，吼、哦、啊，这拢无到空啊，吼、哦。后来啊，阿姨，你讲报告一个时间、地点啊，甲使用的过程，互大家了解者。后来，大家好，我叫做黄淑娇，因为我2014年的10月份去美国去上课。因为当时去的时候，我跟我妹妹两个拢去。啊，因为我两个人坐无同款的航班，我是坐达美航空，啊，伊是坐优越。啊，因为我要通关的时阵，因为我入去的时候袂记摕身份证回去，可是回来的时阵，我就想，嘿、啊，我有身份证，那袂记摕何用？我等下刚才摕身份证回去。啊，迄、那个通关人员哈、啊，他就拿我这个身份证，啊，在那个电脑上面扫描一下，结果他就还给我，他是双手这样。送还给我，我很感动，我想奇怪，我出入美国这一摆，拢唔捌拄到这么好的，安尼，这恭敬送互相我。过来呢，伊给我另外行一边，另外一个通道。那另外一个通道，我就很顺利的，也不用检查，就顺利的过去了。那另外我的朋友呢，他在旁边，哦，他在旁边在那边等很久，而且他们要通关的时候，那个外套、鞋子、衣服都要换，都要脱下来，放在那个。盘子里面、啊、才可以通过，那人呢也要站在另外一个旋转的那个扫描器上面，都要往上这样子扫描过以后，他有时候不放心，他还拿一个棒子全身扫描过才让你通关，所以你那个通关的仪式是蛮谨慎的，而且是他很仔细的每一个地方都很检查过。可是我觉得说今天很特别，可以用那个身份证通关，甚至呢我也可以走特别的通道。后来我了解以后，他那个特别通道是因为是国内有那个官员或是特别任务的人才能走。哦、我感觉足幸运的，因为我有台湾民政的这张身份证，啊吼，就足侪人给我恭敬迄种感觉，因为我从来唔捌接受到讲摕双手行我。大概我咧通关的时候，就安尼一手尔，他没有用双手。那一天呢，他真的是双手，而且是鞠躬还给我的时候，我足感动，我讲哇。吃到60多岁，去到国外，这摆是相当尊重啦。因为你常在国外出入的时候，咱台湾拢无人认，知影咱台湾，甚至吼人拢欠啦。我讲唔是，我是台湾人，可是无人知影咱台湾人。可是我们以后台湾原政府呢可以国际正常化，我足感动，所以很感恩一长在这边，让我机会跟大家分享。谢谢你们，今天真的很有福报，还能够来到台湾民政府做这件事情。然后拥有这个身份证，我们可以去国外就是备受礼遇。谢谢你们，谢谢大家。好，咱啊同心嘛吼啊，迄、那个叫做啊黄石江吼，伊个足好嘞，伊去叫做宜兰呐、啊，去值班呐、啊，啊底下会进行哦。这张照片啊，啊你敢讲这张
照片的来由，好不好？啊，好好好。哦，这张是我22号去宜兰，啊，因为吼，迄个中医师，伊讲啊，我是外国籍的人啊，我唔免办这身份证。我讲办这个身份证，甲你外国籍是无关系，因为这个身份证对你来讲吼，会当帮助咱的台湾，甚至乎咱的子孙有国际地位，会当正常化。啊，虽然你有外国籍啊，咱台湾囡仔你伫遮出世啊，你若讲阿妈或者是恁家的人拢伫遮，是毋是安尼？那你应该站出来替咱台湾做一件好事，毋才对。我讲吼，你的社会行遮尼啊久啊，对无？这个人，请这个对那一位，他是中医师，而且呢，他是有好像印尼那边的那个国籍吧？他在国外已经有其他的国家的国籍。我讲咱台湾吼，就需要你这种人才啦。你少年人吼，应该要站出来。我讲我60多岁啊，我都你做这件代志啊，你应该出来吼帮助咱台湾，啊，让咱台湾吼民众有较紧的一进，对吧？啊，咱的福利，你咪用用，咪用享用嘛，对吧？吼，啊，过来你咪用帮助你其他的患者啊，其他的亲戚朋友啊。咩？伊听你讲了，伊感觉嘿，啊，这件代志有意义啊，伊就随。甲咱的同心啊，另外一个哦，边我徛我边迄个同心，伊就赶去啊，对，那一位同心，伊就带伊去地震事务所遐吼，地震事务所要去办迄、那个啊，因的祖先的迄身份证迄个来证明啊，哦，啊，过来伊过去翕相，翕相翕好了，哎、啊、呀，相片就等因的朋友再去摕就好，所以摕回来了吼，伊就真的当场把那个身份证申请书啊都写好了，啊，唔知足欢喜咯，跟阮翕一张相啊。我一感动就是讲他听懂，因为国外满是假走透透啊，伊知影咱台湾无人吼认同啦，甚至伊嘛无了解咱台湾吼有这个机会，通好咱家己以后用自治，啊，咱家己用管理咱家己，咱又搁像澳洲啦、澳洲迄边的安尼吼，生活水准较悬。其实讲我台湾，我待一段时间，我会想要搬去澳洲啦，因为我感觉遐生活水准较好。啊，尾啊，阮个训练师甲我讲，你毋是啊，你是台湾人，你啊对等下台湾帮助台湾才对。啊，无讲实，我十几年来，我拢伫美国满世界跳透透。我想讲，啊，咱台湾囡仔无互人甲咱注重，吼，无人甲咱尊重，咱囡仔也站出来，毋是为着咱家己，咱互咱世界的人认同咱台湾，即何等个光荣！我也想到安尼想个时，我讲应该出来做，帮助咱家己。帮助咱的子孙，和咱的地位正常化，甚至呢，咱会用讲造福足侪咱的以后的人。我感觉讲这件代志足荣幸的啦，啊，感谢吼，张教授，我这个机会来只讲这样来做大代志。我未先讲过，我个感觉是足感动，因为我会当徛来一只，我是真正很感恩啦。因为秘书长吼创造这个机会，和咱60几年来，讲实在。有机会可以重新开始，是咱的福气啦，是咱的福气。哦，大家各家鼓掌一下。谢谢谢谢。好，安尼好好，谢谢嘿嘿嘿。安尼大家话足清楚。安尼回去爱到平面，拜托两件代志，赶紧。大家来办这张身份证，100%，我来讲，拢全力咧讲，啊，实际上大家安尼看，我也足了解，好、哦，这一点。第二点，一定爱阁叫少年的靠专业的人来受训，因为阮差不多拢爱退休啊啦。好、哦、啊，都爱少年的出来斗三工，咱才有足大个要做啥，甲台湾整理个好势。啊，实际上科批头拄仔都讲过啊，伊个精神甲咱个精神拢共款，甲咱我们黄同心啊、黄石教个精神啊拢共款。头拄仔伊个心声。拢同款，我看咱遮的人拢是同款的这个心情，愿意
来做这个代志。安尼好啊，好，感谢啦。但是咱三点半要结束，要有时间吼，咱过来看落来，我所准备的吼，来阁继续。谢谢吼，我阁开感谢一下。啊，迄、那个黄吼、哦，谢谢吼、哦。即嘛就是拢要互大家清楚啦吼、哦，实际上就是安尼啊，因都准备要闹炮啊，啊，所以因为这个照片吼、哦，我是什么时阵做的，你知影无？这就是日本人遐个少年人要来受训，我做个 PowerPoint 啦，我拢用问个啦，吼、哦，为什么国防部下令把这个叫做啊车轮牌的这个给去掉，这两个去掉，吼、哦，啊，大家思考这个问题啦，这个原因是要互因知影啦。吼，日本人来啊，咱都用图案啊，甲讲啊，互伊了解，哎，足清楚嘛。吼、哦，啊，当然，这都唔是国家嘛。我要甲大家讲，美国讲恐怖分子有三个条件：第一个，唔是国家；第一，有武器；第三，征兵啦、啊。啊，咱阿哥，哎、欸，咱高等法院判决中华民国不是国家，我们台湾在世界上没有人家承认的政府，不是国家。第二，有武器。啊，这个武器都要删除，不可以有武器。对啊，啊就是这爱删除啊，应该去删除。美国叫删除，我们才会删除。不能拥有武器啊！啊，你用这就是与他们拥有啊。第三，不能当兵。现在爱当兵里面。六十几年生啊，应该六十四年、六十五年生免当兵啊嘛。啊，八十，拍摄，哎，八十几，好，好，不是，一未使征兵。你征兵的违反，你就是恐怖分子，真正是想，因为他们美国自己称的是恐怖分子，第三个，想呢，八十四年次以后的兵，还要是不是？哦，八十五年的要当四个月，哦，就是八十四年，嘿嘿，就是跟什么情形一样呢？不是，他们像国旗也一样啦，大家去思考，他在选项员哪要像国旗啊？他要骗一个啦，要又因为这都删除，不爱当兵啊，这因那些赶快说啊，咱国家要做啥？流氓政府啊，国家国务院小瞧者，看较卖较紧无，就是咧拖时间啊。唔只会讲上头开始开场白的时候，我就甲大家讲啊，国务院甲国防部咧啥垃圾站嘛，啊，这要讲啥物？讲咱唔只有这个民意安怎？测验，手里提一张，大家拢提一张啊嘛吼。啊，现在和十分钟，自动
家己较写写咧，咱确定啊，再来对答案。哦，咱也无要收啦，大家读已经两工半，啊，然后就会了解啊。这就是国防部加这个啊国务院两个发生冲突的时，因讲啊无来做民意调查好啦，啊，咱有要做民意调查，所以要爱先互会知影。可能咱后回接到这个调查的文件的时，你爱安怎？所以咱报纸有看过，大家有看到无？有看到无？哦，有诶，有诶，拢无嘛吼。这叫做咱看写啥？泄题有无？啊，什么是泄题？啊，你想到知影，伊都要问这嘛，爱要调查看卖。哦，啊，这就是要延长他们的寿命。伫遐个先期，就要甲骗咱台湾的人民讲，买啊无一只。中华民国要伫咧，即卖美国才足无欢喜啊，是毋是安尼？最近美国要无欢喜啊，这就是这个问题嘛，拢咧骗嘛。啊，即卖个哦，赶紧安尼，咱安伫遮咧演讲，伫遮咧甲讲，啊，安尼袂使，个演个几个月几个月，现现都无兵啊，大家无去都无兵啊，啊，当然伊就个用其他的办法，啊，咱都唔是中国人，伊敢能硬要的，敢能改咱是中国人，啊，那是无法度啊。即摆伊咧管理嘛，美国授权伊咧管理嘛，我来家咧学爸母啊。好，啊，咱即摆开始吼，啊，家己咱确定下只对答案，好，啊，确定。嘿。应该是的。哎，这就针对的。啊，伊这种征兵哦，一定会安尼用啦。安怎讲呢？伊即摆哦，最后时哦，即摆有一过去哦，啊，不能干无去。啊，伊要副食哦，主副食，你知无？主副食偌济呢？伊拢会去歪啦，啊，歪出去啦。嗯哼，对啦，是。好，咱我家己吼，把迄个问题写写的吼，好心情，好大家一点啊，头脑震荡一下，啊，到尾咱对答案看你对几题。哎、欸，对，就随便都可以，你要什么答案都可以。都这里，这样。这确定，我再个补充一下，互你，互恁大家知影一下吼。好啦，啊，今因为大家我咧家己做啦吼，啊，卖讲话吼，家己思考的，啊，那做好啊，啊，你都举手一下。吼，啊，大家做好的时，我就搁开始。这大家都爱。爱认真哦，你若真正
来给你问见，啊，你若乌白答，你到时就害了了。对啊。就是安尼啊，啊无，因两个伫遐咧拉锯战啊。好，咱即马应该大家拢写好啊吼，咱即马来公布这个答案吼，啊，大家对一个，好来对一个答案一个，好来，啊，再拜托咱来。安怎会民意测验大家清楚啊嘛？国防部加国务院两个。僵持不下，到尾来讲，啊无做一个民意调查，啊所以讲民意调查，啊无讲，咱要求国防部讲，咱也无电视啊啦，啊所有的宣传拢伫流亡政府的，安尼要安怎？啊无你若题目好难一个，啊所以讲大致啊，咱所提到的。就是这个题目啦。好，啊，现在大家来看看吼，这就是哪会讲伊讲1945年的9月2号是咩日？伊就是投降嘛。迄阵啊，日本啊，迄个投降啊，迄个叫做咱天皇。宣布投降的时候，以前来的啊，咱听吼，咱恁父子辈啦吼，啊是毋是这个时间来的？吼、哦，啊不是，吼、哦，安尼咱就讲就亲自，哦，哎，第六题继续答下去吼。哦哦，不是，就从第二题哦，啊那是，哦是的，啊就从第六题哈、哦，那个，这就是啊，这就是咱咧发身份证啦哈、哦，这本，咱大陆这本嘛哈、哦，哦这本，就是咱的公民权利法案，这送去美国。来来回回改三次，所以基本都是咱发行台湾啊政府身份证的基础，内底拢根据这些写，哦啊，这所以大家爱清楚，才等下骗，哦等下骗，哦
嘿，等下看啦，嘿，等下看，吼、哦、变吼、哦。后来，后来，咱遮吼，咱即个就是讲，你知影中华民国的国籍是安怎取得？咱的身份证，甲咱讲，咱是中华民国是安怎？在这个1946年1月12日，强迫，干那一个命令尔，一个公文，啊，这个公文大家有看到无？应该有啦，上课有啦。哦，对啊，以前无嘛，啊，大家以前也拢无，互咱啊，就是咱上课的时候，迄张有互咱看到嘛，吼。哦，这应该知影嘿，吼、哦，啊，所以讲这吼，伊、哦、这就是咱家后辈甲咱，吼、哦，咱知影讲吼，如何取得是安怎才取得，就是被迫嘛，强迫啊，一个公文就，好、哦、啊，过来，是自愿啊，意愿的，吼、哦，咱是自愿还是意愿的？拢不是啊，迄、那个加拿大就提出来啊执行，哦，唔是吼、哦，啊，过来，咱讲，因为这就是要甲大家讲吼，迄、那个时阵呐、啊，有诶会使互你改，啊，有诶啊免改，有诶那同款，因拢四字啊，名拢四字啦，吼、哦，名拢四字，啊，你往政府讲拢爱讲三字啦。啊，实在因的名大部分拢是四字，啊，四字免哪改。啊，我若讲张，有诶用啥？公甲长就好啊嘛，按着四字啊嘛。哦，安尼啦，类似安尼。啊，有诶姓啥？姓尖，爱讲尖根根呐。姓尖诶，有诶讲尖，啊，佮加一个根。金落去，嘿，吼、哦，按照野生嘛，吼、哦，是安尼就对，真，哦，因此吼，甲、哦、这有小关系，类似安尼，拢会使去安怎改袂紧吼，啊这，吼、哦，有这个有拢会使改吼、哦，啊过来，你赞成使用国际法甲战争法来处理二战后的台湾国际条？地位无啊，这就是因希拉蕊的强调嘛，美国的强调，因拢是要用啊，依照国际法、战争法来解决嘛，吼、哦。啊，过来第六条，吼、哦，伊讲啊，你是否认为吼、哦、啊，应让本土台湾人参加啊公开投票啊？以公民表决台湾人对台湾及台湾啊民主主权啊自啊有自治的权利，这哈、哦，这都是让有自治是可以的，不能说啊给你们来啊那个台湾的国际地位啦，由你们来公投来解决。不可以哦，因为是自治是可以的哦，公投是不可以，因为咱内底有两种人，一种是日本政府留落来遮诶中国人，啊，一种是日本时阵留落来啊日本台湾人，所以两种人无共款啊，不能一起来公投。阿爸的成立会变成安怎？若要公投，人竟然讲本土的台湾人，咱拢大家拢去领台湾身份证啊！哎，这有可能和你公投哦，因为拢同款一种人嘛，吼、哦，类似安尼，和大家了解一下吼、哦，有这个情形吼、哦。啊，当然，咱土地面顶有人嘛，就是啊，天皇。好、哦，这我大家爱知啊！吼、哦，过来，你自认你是啊，迄、那个做啊日本台湾人、中国人、日本人，还是其他的人？
啊，当然，咱是啊，日本台湾人，哦啊，这就是当时候就是安尼嘛，哦，因为这个所在吼，稍微补充一下吼，我一个真好的朋友啦，我做杨教授啦，啊，杨教授有当时啊，拢甲尾来甲讲，啊，张教授啊，你咧变什么空？卖变遐有算哎有空无算的啦，甲讲卖变遐有空无算的啦。我刚要国讲哎，我是叛族啊，违祖先叛离祖先呐、啊。啊，伊安尼甲讲，这都很严重啊，你知吼？被做了足严重啊，我都怎好了？我等下装卡，装卡以前。阿公阿祖的墓拢背背起来嘛吼，啊，拢徛伫迄个叫做塔内底嘛吼。我迄阵卡，阮祖先的黄金翁啊，甲摕出来看，看看的，敢若两个写唐三祖啦，两个有写唐三祖，其他的无啦，拢无啦。没有找到唐山吗？安尼我是人，你若有唐山祖啊、唐山妈，安尼我们就是讲中国那边来的人。哎，蘑菇坐大位啊！你我个有人甲我讲，我一个过一个礼拜，我反正爱请假，我讲哎。你无去要结婚，你一定要来坐大位啊！当啊，无去坐大位是什么习惯？啊，平埔族的习惯。阮老母过身去，阮就爱去请阮阿舅回来钉钉，红钉啊，钉钉。啊，这是什么？这迄、那个中国。拢无这个例啦，哦，啊个林玛丽 DNA 的检验血液的检验，啊，咱拢是啥？啊，平埔族的人，咱无纯的中国人，因为这就是我家己的心事，我人家讲我八族啊，我开始来找一个较。认真一点啊！啊，但是我要甲讲，歹因为因迄种两十八派啦，歹势啦。哦，因拢是一个教授退休，啊，因太太是啊中学老师，啊，所以拢两十八派，啊，这都无法度。这以后的代志，再个讲吼。好来咱过来，因为过来吼，咱唔是要成立一个啊独立的国家嘛？你讲有我早起去参加这个活动，伊讲啊，咱阿爸那么独立，我讲啊，独立都甲美国战争啊，咩哪会使独立？美国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来。啊，甲咱拍，伊是咱的敌人，啊，咱是战败国，啊，讲要独立，啊，就要去开战争啊，啊，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了，遐侪钱来战胜，伊后若要摕寡利益转去，安尼大家清楚无？伊若要摕寡利益转去，啊，所以讲，啊，咱袂使。独立的啦，啊，独立就要甲美国战争，咱会自治，会使，吼。我咱即嘛，根据你对前世的啊，迄、那个叫做背景吼的认知，你对台湾是否啊来寻求成为日本的一部分？嘿，咱要啊成为大日本啊帝国的联邦就对啦，吼。啊来。咱
哦，伊讲你要去挖中国，还是要挖流亡政府的一部分？迄拢无啊，迄中国迄垃圾鬼，吼、哦，迄真正拢用骗的嘛，讲无实在嘛，吼、哦，啊无就是大部分拢咧贪污嘛。后来啊，你希望要做做一个诶？咱是讲希望大家伊若有四个吼，有日本吼，咱即马就是要创讲都啊哪一个就是邦联呐、啊，咱甲啊甲日本的邦联一个公民呐、啊，吼、哦、大日本帝国哦大日本，唔是即马现在这个日本哦，因咱你来讲现在这个日本吼、哦，这伊即马讲日本就现在日本政府吧，伊来甲咱啊。同款，伊也是一个日本的邦联，啊，咱是台湾的邦联，吼、哦，所以咱要做啊，台湾啊，甲日本的邦联，吼、哦，啊，你啊，希望啊，台湾成立诶一个什么状诶状况吼，一个状情况吼，情形吼、哦，啊，咱是欢要做日本的诶邦联国，吼、哦，邦联国。这就是未来，咱这个邦联国就是面顶有人啦，那跟加拿大同款，那跟纽西兰同款，好、哦，跟澳洲同款，好、哦、啊，日本有日本天皇，好、哦、啊，这里、个、有这个情形哈、哦，啊来，十二条拢钓牙手的好不好？哦，实在我无几个咧哈，哦，大家爱加强哈。哦啊来，十一条拢对的，哦，安尼搁较济一丝啊，哦，啊十条拢对的，哦，啊来，九条拢对的，哦，啊有过来，八条拢对的，哦，啊无要紧，拢拿迄个等下搁家己搁看看咧，哎、啊，就是要希望大家一定爱安怎？去看清楚，那咧迄个问卷的时啊，哎，特别注意啦。有当时啊，会去写唔对，安尼就足害啊。所以讲，希望大家吼、哦、用一个心吼、哦，甲咱只爱，就是咱闭幕式吼，啊，我甲大家讲只爱吼。啊，咱即马搁倒转来，因为这个时间上。啊，咱就是搁倒转来，要搁来讲歌，哎，代志看一寡影片，予大家知影哪好。迄、那个我看来放金门要撤退的代志好啦，哦，咱来放，哦，金门要撤退的代志。今天军事话题，媒体报道，金门县政府和国防部达成协议，针对有前线中前线之称的金门大胆岛、日胆岛等群岛，为了要发展观光，将会在3年之内撤军。对此，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强调中共没有放弃武力犯台之前，撤军呢只会引起民众的恐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反共抗战中有前线中的前线支撑的金门大胆岛、二胆岛等群岛，传出将在3年内撤军拼观光，对此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撤军基本上来讲，我想现阶段还不成熟。我们开放的让他看看他捍卫我们领土的决心，这个才是更好的做法，而不是把军队撤掉。在中国还没有撤飞弹之前，为什么我们台湾要完全撤军？从大二胆撤军，这是非常离谱而且非常狂妄的一个做法。中共目前仍用1000多枚飞弹对准台湾。立委说，虽然台湾军力技术提升，可以从台湾本岛对中共进行反制，但大胆岛、二胆岛的政治意义不可失去。小岛的价值啊，其实不是在军事上。最重要还是在政治上，如果没有国军在这里了，他们晚上都不好睡，啊，因为大陆渔民有时候很强悍，会直接上岛，不是用保全可以完全替代的，人民心理上会有恐惧感，我觉得还是要保存一部分的兵力。
金门大胆岛二胆岛撤军引发反弹。身为军事委员会召委林玉芳强调，国防部不能一意孤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新唐人亚特电视陈文模陈真台湾台北报道。这就是什么你知道吗？金门就是他们的领土嘛，就是国王政府中华民国的领土，金门妈祖。因为迄阵啊，中国伊个宪法内底根本就无台湾甲澎湖，金门妈祖是因个，所以因个当然国共和谈啊，早就爱幸因啊。好、哦，这就是啊，所以讲有个人讲。啊！那因即马因流亡政府选的官员，无到金门去伫遐做官员啦。啊，都去金门，我也互因去管啊，妈祖也互因去管。那因为所以大家唔知会记得无？连战。在选连胜文在选市长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啊，说柯P是黄民，有啊无？对啊，他说是黄民后裔，你不可来跟我们选中华民国的市长啦，每句无讲落去啦，安尼大家唔知有清楚无？恁黄民的后裔，那会咧来甲阮选台北市的迄个首都流亡政府首都的市长？啊，想想的都有影啊！吼、哦，啊，你都无同款人，你要来选阮，伊后壁迄句讲无落啦，干那讲。伊这就是啥？你把因遐的第二代来接收的这些人留下来，这些人甲讲，咱是正统的中华民国的人民，啊，咱即马算的是中华民国的台北市的市长，恁。家己都爱来算，和中华民国啊，伊讲连战讲他是屁话，讲是纯的中国人，因为伊伫啊做啥，迄个做啊，陕西不，底下生的嘛吼，伫中国生的嘛，诶，伫迄个是在西安来下，啊，延安吼。是很安心的嘛，伊就讲因吼，无啦，我是讲吼，伊就讲伊伫迄边生的啊，啊，就是讲伊是纯的啊，伊是中国人啊，啊，系啦，所以伊台湾人拢未使来参加这个选举啦。你看阿扁啊选到，啊连战安那讲。窃取，讲阿扁啊去，切偷国，就是中华民国，恁都袂使来，恁就是皇民的后裔，啊，你来干啊钱来摕这个位，啊，这就是安尼啊，所以讲咱吼，咱台湾民政府无被选举啦，因为这就是啥，迄阵啊。拢安排好诶，超工要延长他的寿命，所以才讲一个发30块。你出来算，即个算诶人，参加竞选诶人，摕咱啊当一票摕30块，大家唔只有兴趣出来算，
有一寡甘仔糖互恁嘛。政党摕50块，啊，最近讲要改啊，讲要减落来，买50块啊，可能搁要搁减，因为嘿，啊，都乌白开，乌白遐，乌白用，乌白用，用甲无钱啊。实际上根本应该鼓励大家去选，去选的人提车马费唔得30块，唔得较正常。这就是讲，美国拢唔知啊呢。啊，秘书长甲美国讲，哦，安尼哦，伊才会知讲咱。选举出来选的人去提30块，吼、哦、啊，政党佫提50块，我、哦、啊无以前台联党都两要失去啊，诶、欸、啊，即马都政党补助票，诶、欸，台联党要慢慢啊立起来，啊无经费啊，哦，类似安尼，互大家清楚啊，因咧讲的，我拢讲是这个观念，吼、哦。啊，咱当然，这代志，这也大拢清楚啦，吼，这也拢清楚。哦，啊，这我要甲大家，我搁讲一下吼。美国国旗啊，揢面顶，伊才创一支较大支的，讲光复节啦。这足严重嘞！咧骗咱这个人民呐、啊，本土台湾人是安怎？伊甲咱改吼，迄、哦那个1946年1月12日甲咱改中国籍啊，到三个国家，英国、美国三届抗议啊，加拿大阁有执行，安那个？一来228事件，228事件，机关枪家己都甲你扫，世界拢无反应呢。伊就用这个谎话，讲你们都是同胞啦，我们光复了啦，啊，来回归祖国啦，啊，你有啥物代志，你拢会使来参详外景。咱是战败国的子民呢，因站在战胜国的立场，您来请愿、游行、抗议，机关枪，家己就家己扫，世界点点无反应，来请愿拢入来，家己爱关，哎、欸，抓咧。手甲你卷铁线，脚甲你卷铁线，规天船甲你关喺淡水河落去。这是安怎世界拢无反应？迄阵啊，咱就是啥战败国的子民嘛，没有办法嘛，接受战胜国的命令嘛。啊，伊唔是啦，用这甲你骗啦，讲咱是啊战胜。我的同胞啦，啊，外国咱是战败国啊，这开始拢是安尼嘛，安尼大家唔知有清楚哦。咱拢是战败国的子民呢，啊，他们是战胜国来，他原来也是战败啦，因为啊，刚才本丘台提造一个四川，他就是说战。败啊，他是啊战败国的啊战胜国，还无法度。啊，伊来甲咱骗啊，骗讲咱是因的啥，因的同胞啊，恁也是战胜国的子民啊。啊，咱迄阵啊，戆耍耍去互骗去啊，大家讲好啊，咱也做战胜国。啊，到尾来讲，咱来抗议，啊抗议，伊无爱阁讲恁是战败国的。一定要接受命令，啊！伊就机关枪，家己扫。所以，
甲这个论点吼，也无人讲过啦。啊，我就是要甲大家讲，咱是战败国的子民，所以一定要接受战胜国的来接受的政府的安排甲伊的指挥。你不听从指挥，他跟你处罚，世界各国拢点支持，是这个情形啦。啊，让大家知影者，好、哦、啊，感谢大家今日来参加。啊，这拜托两件代志嘛吼、哦，第一就是啥？啊，叫啊较少年的来，较有专业的来啊上课，啊，佮叫大家来听新闻证。好，咱今日时间都啊啊。够啊！感谢大家，感谢。